海灯节是梨月每年一度的重大节日，但是在这一天，魔神的封印也会松动。每到这时，就会有一位叫做萧的护法夜叉挺身而出，与那些妖邪拼死相搏，保护梨月百姓平安。在萧的保护之下，人们不再担心潜在的危险，享受着平安喜乐，祝祷平安，驱逐厄运。海灯节便成为了人们纪念英雄的节日。这是萧灯，你们喜欢吗？乖呀，想要一个吗？放飞许个愿吧。走啦！嘿，快过来！来，七七，也给你一个吧。快去许个愿。你也快去吧。哎，等等我。旅途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，不必匆忙。我们终将相遇，但不是现在。
的愿望呢？